丧权辱国。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？战争失败的历史责任是穆彰阿还是道光帝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跨越历史时空，阐述对鸦片烽火的深层思考。作为清朝的第八位皇帝，道光帝算不上是昏君，也绝非明主，很容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淹没无闻。但作为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，却成为后世无法回避并屡屡提及的人物。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，他力图继承嘉庆帝的遗志，勤政图治，克勤克俭。他也曾勘定西陲，严禁鸦片流毒，以重现盛世的辉煌。但是道光的性格一律犹豫，反复无常，加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，他的治国之举成效甚微。他在禁烟时，严禁与持禁犹豫摇摆；他在战争时，主战与主和，反复无常；他在用人时，任贤与任奸，功遂道横。战争失败后，他苟安姑息，得过且过。鸦片战争使清朝懵懂地败于陌生的对手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苦难历程，也成为道光帝人生的转折点。清朝的第八位皇帝就是道光帝。道光呢是39岁继位，在位30年，享年69岁。他这一生啊，也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，比如说他惩办贪污，比如说他整顿吏治，比如说治河、通海运，整理盐政等等。道光这30年皇帝啊，比较重大的政绩这一条，就是新疆回部发生了张格尔叛乱。道光比较坚决，平定了这场叛乱。这是道光在位30年一件重大的历史政绩，因为他稳定和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管理。但是啊，道光这30年的皇帝最大的悲苦就是禁烟运动失败，鸦片战争失败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。道光帝的人生悲剧与鸦片直接相关。鸦片是罂粟中提炼出来的毒品，俗称大烟，原产于印度和小亚细亚等地。它可以作为药材，有提神止泻和镇痛的作用。它同时还含有大量的麻醉毒素，人们若要吸食上瘾，就很难戒掉。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总督哈斯丁就曾宣称，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，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，它应当是受禁止的。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在国内的消耗。明知鸦片的罪恶，他们还是要向中国大量的输入。英国人险恶的用心显然是昭然若揭。19世纪初，世界已经被列强们瓜分，英法俄等国开始从两个方向瞅准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，鸦片就成了代替大炮砸开中国门户的敲门砖。到1838年，国外每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达到4万多箱。鸦片贸易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而且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据1835年的估计，
当时全国有200万烟民，遍及十几个省。1838年10月，湖广总督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，力陈鸦片的毒害，要求严禁鸦片。他说，若不禁鸦片，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冲饷之银。鸦片毒害已经成为清王朝面临的又一棘手难题。鸦片问题由来已久，雍正的时候就禁烟，雍正的儿子乾隆的时候又禁烟，乾隆的儿子嘉庆还禁烟。但是屡禁不止，愈演愈烈。雍正的时候一年流入鸦片200箱，乾隆的时候增加到1000箱，嘉庆的时候增加到4000箱，道光鸦片战争之前增加到13000箱，白银每年万流3000万。当时朝廷两派，一派主张持禁，就是以徐乃济为首的要持禁派；一个是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。这个时候，道光支持严禁派，调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、钦差大臣，到广州禁烟。林则徐很坚决，到广州宣布：若鸦片一日不禁，本大臣一日不回。态度很坚决。林则徐来到广州后，一边加紧海防整治，积极战备，对付英国人的武装挑衅，一边查办烟贩。林则徐下令，外国烟贩必须交出全部存烟，并保证不再运鸦片来中国，否则清王朝不但要没收他们的全部货物，而且要处烟贩以死刑。同时他还强调，禁烟与正常的对外贸易并不矛盾，提出了奉法者来之，抗法者去之的主张，保护合理的正常贸易。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压力，林则徐始终不妥协，他发誓，若鸦片一日不绝，本大臣一日不回，誓与此事相始终，断无终止之理。到1839年5月，林则徐迫使英国烟贩子交出了20000多箱鸦片，共计116万多公斤。林则徐将这批鸦片全部拉在了虎门滩头，当众销毁，表达了禁烟的决心。林则徐虎门销烟，震动天下。但是，林则徐的严禁鸦片的运动，触犯了国内一些人的不法利益，也触犯了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，他们必然要内外勾结，进行反抗。道光皇帝啊，作为一个政治家，作为大清的君主，本来应该预料到我严禁鸦片之后可能产生什么什么样的后果，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。但是道光没有，英国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扣打中国的国门，作为对中国严禁鸦片的报复，这样鸦片战争就打响了。先打广州，由于军民抵抗不成，英国舰队又打厦门，由于闽浙总督邓廷桢率领军民抵抗又失败了。英国的舰船北上，到了舟山，
总兵葛云飞壮烈牺牲，定海失守。英国的舰船又继续北上，到了天津海面，直隶总督琦善妥协。后来鸦片战争失败，签订南京条约。英国殖民者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道光帝惜钱如金，小败即止，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，洞开了南中国的门户。1842年4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：一、中国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；二、割让香港给英国；三、向英国赔偿白银2100万两。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从那时开始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道光帝是中国2000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。鸦片战争留给中国人的不仅有惨痛的记忆，更有抱憾后的思索。我就提出两个问题思考，我们一起来思考。第一，鸦片战争清军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？第二，鸦片战争清朝失败的历史责任是穆彰昂还是道光帝？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，鸦片战争清军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？现在中学的教科书说落后就要挨打，因为清朝落后所以挨打了。的确当时清朝比较落后，大家知道英国在顺治六年，就是1649年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，随后到乾隆30年，到1765年英国就开始了工业革命，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70-80年了。英国做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，而大清帝国政治腐败，军备废弛，清朝当时比较落后。但是我们还要想一想啊，落后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，但是事物还有特殊性啊。挨了打我可能失败，我也可能不失败啊。那鸦片战争清军失败是不是必然失败？只有失败一条道，没有成功的一条道；只有失败的一种结果，没有胜利的另一种结果。历史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可以做个分析啊。从战略上分析，一、国力，清朝当时是有40万万民众的大国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英国当时虽然崛起，但是还没有做到日不没国的时候啊，也还是个小国呀。总体的国力，清朝还是很雄厚的。二，军力，英国当时有先进的武器啊，清朝也有武器啊，当时武器
差别不是像后来那么大。你英国后方很远啊，你在大西洋的那边，你总体的军事力量清朝还是有的。而且英国从大西洋那边到中国路途遥远，迷兵远袭，它是以动来击静，以劳来击逸，清朝这样有主动啊。三，人心，英国它是殖民侵略战争啊，非正义的，清朝是自卫的，是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争，这是作为战略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这是战略上说，从战术上来说，第一是兵力，一律开始进攻广州的时候是4000个军队，舰船是40艘，你4000军队40艘舰船来对付大清帝国呀，你就显得兵力不足。第二，武器，清朝武器当时是火炮火枪也都有，英国的武器比清军的武器先进一些，他的海军已经有蒸汽机做动力，但是还没有普及，好多船还是帆船。枪炮他这个时候已经用后膛装弹，清朝主要还是前膛装弹，这有差距，但是也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呀。第三，后方，英国军队的后方在英伦三岛，在英格兰呢，清军的后方就在广州啊，就在厦门啊，整个大清帝国的领土都是清军的后方，后方对清军有利，对英军不利，所以这场战争啊有可能大胜啊。在历史上啊，以弱胜强，以寡胜众，这种先例是很多的。比如说道光的祖先清太祖努尔哈赤，当年在萨尔浒之战就是以少胜多啊，以寡击众。比如说道光的祖先清太宗皇太极在著名的松锦之战也是以少胜多，以寡击众，打败了明朝8总兵13万大军。有人说那是中国的例子啊，是，而且是古代的例子，现在这里也有啊，就是埃塞俄比亚1894年，比这还晚呢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，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孟尼利克2世号召全国军民抵抗意大利的侵略，2年战争把侵略军打败了，逼迫意大利签订条约，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和主权。你英国4000军队啊，打广州打不下来，打厦门，打厦门打不下来，打定海。你就是定海失陷了，4000军队一个不死，全上岸，我切断你后路，也可以歼灭你啊！你这4000军队一个不损伤，到了天津，你就是登了岸，道光可以发动天下兵擒王啊！切断你的后路，这4000人全给你消灭，全歼。不是没有可能
大胜鸦片战争这一仗。我认为有可能打胜鸦片战争这一仗。为什么这仗打败了，就值得研究。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小问题，就是鸦片战争失败，历史责任是穆彰阿还是道光帝？面对鸦片毒害的王朝和白银的大量流失，清政府内部对禁烟问题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。一派是以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持禁派，他们当中很多人本身就抽大烟，在大烟贸易中又大发横财，因此他们反对严厉的禁烟主张。另一派是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，主张采取严厉措施，对外禁止鸦片贸易，对内禁止国民吸食鸦片。对待禁烟的这两种不同态度，影响着朝廷政策和国家命运。面对泛滥的毒害，是严禁还是持禁？面对英军的武力威胁，是迎战还是和谈？道光帝态度不明，举措多变，而持禁派代表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在朝廷中的影响举足轻重。不同的历史抉择改变着这场战争的走向。对于清王朝来说，是谁导致了这场战争的败局呢？对鸦片战争失败，从当时到现在，大家都非常关切。对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认识的过程。开始，很多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林则徐严禁鸦片，招来了英国侵略，所以责任在林则徐。那么道光皇帝就把林则徐罢了官，把他遣戍到新疆伊犁。这是第一种认识吧。后来人们认识又深刻了，说鸦片战争失败原因主要用不是林则徐，主要是因为穆彰阿。穆彰阿主和，导致了鸦片战争失败，导致了南京条约的签订。我们分析一下，当时这个朝廷大臣里头，军机大臣五个人，穆彰阿、潘世恩、王鼎、龙文和汝霖五个人，当时的大学士六个人，就是穆彰阿、潘世恩、王鼎、琦善、伊犁部、汤金钊，是军机大臣又兼大学士的只有三个人，就是穆彰阿、潘世恩和王鼎。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三个人，就是既是军机大臣又是大学士，就是穆彰阿、潘世恩、王鼎。这个潘世恩呢是状元出身，他对穆彰阿的态度啊，就是两个字，阿福，还有两个字，半实。再一个就是王鼎，应当说当时军机大臣和大学士里面，主和派主要是穆彰阿，主战派主要是王鼎。我们把穆彰阿和王鼎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穆彰阿是满洲人，既是领班军机大臣，又是首席大学士，
清史稿木扎传对他有一个记载，就说这木扎呀一共有16个字啊，愧地一疑乃赞何意，罢则徐以其善待之，4句话16个字。我们分析一下，第一，愧地一疑，就是木张啊愧色道道光皇帝他的心意转移了，不主张严禁鸦片，不主张坚决抵抗，主张妥协。第二，木扎呢乃赞何意，因为道光他不主张抵抗了，所以呢木扎乃木扎，所以木扎啊才赞何意。第三，罢则徐，罢免林则徐。大家知道林则徐是钦差大臣啊，两广总督啊，你木扎权再大再专权，你也没有权利罢免钦差大臣啊和两广总督啊，你还是遵从了道光皇帝的意志。第四，以其善待之啊，其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，后来改派大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。大学士钦差大臣封疆大吏，你穆彰啊虽然是军机大臣和大学士，你没有权利任命一个大学士去做封疆大吏啊，这个权还在道光皇帝呢。所以清史稿的这4句话是很有分寸的，因为穆彰啊窥测到了帝的意疑，窥帝意疑乃赞何意，才罢林则徐，才以其善待之，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吧。通俗一点说，就是穆彰啊窥出了道光皇帝的心意，说出了道光皇帝要说而没说的话，做出了道光皇帝想做的事情，是这么一个关系吧。所以穆彰啊的主和是完全秉承了道光皇帝的旨意。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清王朝，面对陌生的对手英国军队的挑衅，先是自大轻敌，疏于防备，在海防失守后便又慌忙胆战求和。道光帝这位早年端枪持弓冲锋在前勇退天理教的英勇皇子，在强敌压境之际却泯灭了杀敌的勇气，裁减军备，割地赔款，开放口岸，以求苟安。当时朝廷中主张正义的主战派代表大学士王鼎力荐道光帝积极迎战，以抗击侵略，最终用生命演出了一场王鼎失荐的悲壮史剧。我们再看看王鼎，王鼎是军机大臣大学士，这个人是陕西韩城人，陕西韩城在乾隆朝出了一个军机大臣大学士叫王杰，和和珅同朝，他是状元宰相，这个人很清廉也很正直。王鼎和王杰是同乡同族，王鼎到北京来考进士，王杰想关照一下老乡同族，王鼎说不可，我凭我本事考，第一次没考取，后来又考取进士了，就在朝廷里做官。
这个王鼎做官呢，我讲几个事情。一个事情呢，就是浙江啊发生一个人命案子，三年没有破案。这个按察使就是浙江最高的法律的官员了，为了这个事情自杀了。王鼎到了浙江去秘密查访，查到了这个人命案子家里头很有钱，当地的官员勾结，就是搞了一个冤案让你掏钱，不停地敲诈你，最后当事人在监狱里头死了，死无对证。王鼎把这个案子查出来了，惩治了一批腐败的官员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让他清理严政，900万严政的亏空，他经过清理之后把这问题解决了。第三，就让他去治河。皇上，黄河决口，文冲革职，目下救灾治河迫在眉睫，人选亦及早确定啊。以你之见，谁最合适啊？皇上，奴才与王鼎时有争执，那是政见上的不同，对王鼎的人品奴才一直非常仰慕，他操守廉洁，严于律己，虽有时过于固执，但办事认真，忠心可见，奴才认为治河一事非他莫属啊。穆长娥，你就不怕朕治你一个排斥异己之罪？皇上圣明，忠良必不会受到排斥，况且治河救灾事关豫皖数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，事关重要，等事情办完了，皇上定会恩赏有加，奴才实实在在出自公心，请皇上明察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明明知道穆彰阿是在排斥异己，但是道光皇帝还是同意王鼎离开朝廷。看来说真话总是令人扫兴的，连一心想做有为之君的道光皇帝也忍受不了这个让人扫兴的忠臣了。下官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王大人，你尽管的放心去吧。啊，他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啊，到了开封一看呢，一片汪洋。王鼎怎么办呢？他有一个小的轿子，监狱扛着一个小的轿子，来回在昼夜在工地奔波，白天在工地视察，晚上啊他就坐了他这个小的轿，监狱一个小的轿子，就在那上头，在工地坐小轿上睡一觉，接着指挥工地来治河，总共花了800万两银子。在这个钱堵了两个口子，花了1675万两银子，可见王鼎是很清廉。王鼎支持林则徐，不同意罢林则徐的官，建议道光皇帝要重用林则徐，道光不听。那王鼎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提意见，你又不听，奏章你也不同意。用诗谏，王鼎诗谏，此诗的诗，自杀，来向皇帝建议，劝说皇帝，来坚持反对英国的侵略。王鼎啊，《清史稿·王鼎传》做了记载，他写好了这个奏章，装在衣服里边，把他的门关上，自杀了，上吊自杀了。想要用这个来唤起道光皇帝的注意，来坚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。
王鼎之死，爱卿可曾听到什么？这个，王鼎真的是暴病身亡吗？这个，奴才听说，王鼎其实是自缢身亡，可他家里人禀报是暴病而亡。王鼎为何自缢？此前他说过什么？奴才不知。奴才确实不知呀。你必须给朕一一查出来。若是查不出来，你逃不脱干系。退下。这。我们可以想一想。我说王鼎和穆彰啊都是当朝的军机大臣和宰相和这个大学士，他们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，照出什么呢？从这个镜子里照出君子消沉，小人猖獗。道光皇帝在英国军舰炮打中国大门的时候，把林则徐罢官了，把林则徐遣戍到新疆，这是我联想的一件事情。天聪三年，就是崇祯二年，皇太极率兵攻打北京，兵临城下。当时的兵部尚书、蓟辽都师袁崇焕，崇祯皇帝下令要袁崇焕到皇城一军饷，不让袁崇焕进城怎么办？袁崇焕坐筐里头，用绳吊在城上，这么近的皇宫。进去之后，崇祯皇帝就把袁崇焕下了锦衣卫狱，第二年就杀了。有人评论说，说崇祯皇帝这是自毁长城。我们联想一下，英国殖民者炮打广州大门的时候，扣打中国国门的时候，道光皇帝把林则徐罢官且戍，也是自毁长城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禁烟运动的失败、鸦片战争的失败、丧权辱国、南京条约的签订，历史的责任不是穆彰啊，而是道光皇帝。道光皇帝是清朝有史以来最为庸暗的一个皇帝，尽管他很简朴，传说他穿着带补丁的裤子，这当然也难能可贵了。大臣们也随着他啊，膝盖上也绑上这么一个破绸子布子补一下，装简朴，这当然比奢侈好了。但是你道光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，作为一代的君主，作为当时的政治家，在重大历史问题上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上，你站在时代的潮流的前面，还是退在时代潮流的后面？当年康熙皇帝下令撤藩，引起了诱发了三藩之乱，有的大臣就说呀，说要把提议撤藩的大臣惩办。康熙怎么回答啊？康熙说，我支持的，这是我的意思。康熙没有惩办主张撤藩大臣，而是下令停办。八年战争消平了三藩之乱，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统一。道光皇帝啊，没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萨尔浒之战的一种勇气，也没有清太宗皇太极当年
松锦之战的一种谋略，更没有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那种胸怀。所以我认为鸦片战争失败、丧权辱国、南京条约签订，历史责任是道光皇帝。道光皇帝的名字应当定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，让那些丧权辱国、割地赔款者见。一句著名的诗词，一个传奇的名字，将情感世俗，让文字通俗，吟雅入俗，张恨水。